在台湾各地真热，得了超过38度，高雄各有路口的车辆正爱等真久，雨就下的人真加真多。但到有女子参加了解活动，也阁无顺利，雨更雷啊，加入去溪底已经无生命现象。南美洲国家秘鲁发生非法的烟火工厂爆炸，造成五位人死亡。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七月二四公司中道新闻。先来看这个台中市的这乌日区，今日透早4:40左右，哇，这个王庭交流道边的一间废弃的汽机车资源回收工厂发生火灾，因为工厂内底有放汽机油，现场阁出现几啊间森林。现场是一个废车的一个回收厂，它里面有一些废弃回收的一些汽车零件，那到达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那我们立即布水线来个做一个抢救以及阻止燃烧的动作。我下面会用看到，因为工厂内底汽机油加烟蒸的这废料，这大火是烧到真猛，乌烟是呛到天顶去。被消防人员是出动大家分队十二部车去拍火，佮紧急调动怪手来破坏这厂房，才成功予内部降温，伫6点左右控制着火灾。那是起火原因，佮会等待调查原因。天气真热，又阁传出一个堵水的意外。一名女子针对着这队伍去南投县级的沙里先溪参加钓客活动，还阁无细里雨更雷啊，更入去溪底大礁的这下边，已经无生命现象。即马水流因为考虑到水流真强，咱也考虑到搜救人员的安全，目前阁在评估救援的方式。救援人员派着重装备，沿着河谷来找找，果然找到受困伫大石头下开过程女子。不过因为水流真强，救援人员想要挖苦也非常困难。虽然找到受困的女子，不过已经无生命迹象。南投县的沙里先溪23号传出意外，有4个查甫、2个查某参加溯溪活动，沿着河谷一路而上。不过一个过程女子，伊就被溪底挖着，往溪底大石头下骹卷入去，其他队友紧来通报消防局来救援。有带那个水管上去，就是想要尝试做引流的方式，把水给变小一点，然后再做潜水的方式进去。它刚好类似在一个瀑布的下方，然后那边又偏偏刚好有一颗石头，所以大体就是刚好被冲在那一个石头的缝里面卡着。参与救援的队员表示，在这卡在大石头下骹的空缝，真强的溪水产生真强的气压，人就算讲绑着安全锁啊，嘛有可能有危险。目前各地评估救援的方式，而专家指出，开放水域的水流无稳定性真高，而溪底的石头嘛有可能是造成意外原因之一。会可能会有一些青苔这种比较滑的，所以你有可能你穿的溯溪鞋，你在踩或是踩空的时候，都很容易造成身体没办法受到控制。教练指出，开放水由水底石头可能加强水流，若是脚步打叉，就可能被水底涡流卷入去。除了避免进入安尼危险水域，意外发生的同时，嘛要尽力浮出水面，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记者南投采访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是真热。这几天台湾就亲像一粒一个航环子共款，气温是常常升到超过38度，雨掉雪的人是常常增加。高雄都有机车骑士来欢迎讲，凯旋四路甲一心一路的这路口，因为路口大，加上有这轻轨经过，车顶是特别叮当，得爱等超过1分半，好人是热到冻袂掉。机车在日头下等安定，结果抬头一看，搁爱99秒。高雄凯旋四路甲一心一路交叉路口附近，因有轻轨经过，加上是几啊条路交叉的大路口，安定定定超过1分半，后面众拢希望会使减少秒数。有一点点。怎么说？有时候太阳热、太阳大的话，在那边等其实会蛮晒的。热天等红灯，予骑机车佮行路的人伫要着山。根据国建署统计，今年1月到即马，全国热伤害人数已经有超过1079个人，其中以高雄158个人上多，台中152个人第二。那其实热痉挛其实跟热衰竭是比较常见的。那一开始的时候，热痉挛可能会有肌肉的痉挛的现象，
到进展到所谓的热衰竭的时候，病人会大量的冒汗，那你会觉得说口干舌燥或是头晕，甚至会觉得说尿怎么开始变少，那觉得说这个整个心悸的非常的厉害，这时候一定要立即离开这个温热的环境。医师提醒，热伤害的症状因为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几天全台湾气温动不动就超过38度。太平洋高压的时候呢，空气有沉降的作用，所以会飙车一点，然后比较没有云，太阳比较大，所以这个直射的太阳就增加热度。高温估计要继续到27号，气象局提醒民众，上好避免无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外出嘛要防止晒日头、加啉水，并避免在高温的环境晒伤久，以免着痧。记者高雄台北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昨宣布，甲高岛列作是国际关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嘛就是世卫相关的专家的公卫警报。那么，这个决定在专家委员会内底有关有争议，也无达成共识，所以这嘛是世卫负责人比利时上头一届家己决定发布的公告。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到七月28日上新统计，全世界已经有74个国家通报16836例高岛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宣布，将高岛的疫情列作全世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不过，其实专家委员会已经也阁无相共，所以这是世卫组织负责人第一遍家己决定发布相关层级的公共警报。We have an outbreak that ha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rapidly through new modes of transmission about which we understand too little and which meets the criteria in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For all of these reasons, I have decided that the global monkeypox outbreak represent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这边是世卫第七遍宣布国际关心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前六遍分别是2009年的 H1N1 新型流感、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病毒、2014年的小淋巴病症、2015到2016年的兹卡病毒、2019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2020年的新冠病毒，第四回宣布之前，美国正在地方政府就已经呼吁关心高岛的疫情。Sadly.Despite 2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COVID, our response to monkeypox has been maddeningly slow. 在美国的确诊病例里面，有超过90%拢是查甫加查甫的性行为者，也毋过有少数的女性加跨性别的男性被感染。即嘛包括纽约加加州等所在的高度疫苗拢无够。Right now, it is that kind of close skin-to-skin contact that's promoting spread, and so we hope to be able to limit that by targeting those who are most at risk and engaging in these behaviors.With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美国最近也第一遍在两个囡仔身上发现高岛的病毒，可能是厝内人传染的。两个囡仔病例无关联，身体也正好，正伫咧接受治疗。谭德赛认为 ，WHO 的声明将会当帮助加紧疫苗的开发，加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国家秘鲁的首都利马，当地里里有这个违法的烟火工厂发生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同款发生大火，搁有黎巴嫩，一个伫首都贝鲁特的柴油储存设施是冒出火气，火烟呛到天顶去。这个火灾现场边啊，也有炮啊，甲烟火倒起来，规个是哔哔叫，火势嘛真惊人。这是南美秘鲁的首都利马。当地时间2日，一间非法的烟火工厂爆炸，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随出动去拍火。En esta casa habitación, donde en una de las habitaciones funcionaba un taller pirotécnico, pero de manera clandestina, que no contaba con ninguna autorización. 因为火是真猛，地主内底炮啊是一直放。当地消防人员拍火的时阵，先把电切掉，避免引起大规模的爆炸。根据警消初步的了解，这间工厂根本就无申请执照，是一间秘伫人家厝内底地下烟火工厂。火拍发了后，伫现场有找到五具遗体，因若是安怎会发生火的？详细原因要爱进一步调查。Al momento hemos encontrado 5 cadáveres, de los cuales se presume de que uno es de una niña que vivía en el
lugar. En este caso, ahorita nosotros hemos perdido todo en conjunto, otra familia también al costado de nosotros, las tres familias hemos perdido toda la casa. 同样发生大火，还有黎巴嫩，一个在贝鲁特放柴油的设施大火，乌烟是一直呛出来。当地居民表示，因为这个放柴油的设施有漏，地势火是拖了真凶。这个放柴油的设施主要是提供给附近的公寓三台发电机在使用。虽然警消赶到位了后，总算把火拍花，也无人员伤亡。不过黎巴嫩欠水、欠电、欠粮食，通火碰撞率也已经超过200%。气候世界银行认为讲，应当伫咧上届严重的经济危机内底。记者综合报道。俄国战争今仔日满五个月，双方才达伫个联合国甲土耳其的基中协调之下，签了缓解全球粮食危机的协议。也毋过无到一天，乌克兰的乌海港口城市敖德萨都飞弹攻击，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批评讲俄罗斯破坏协议。而土耳其的这国防部长是表示讲俄军因火箭攻击。乌克兰的消防官救到水线，正伫船顶拍火，因看到船顶的设施一直清白烟。俄国战争满五个月，双方伫二日伫联合国甲土耳其协调之下，签了解除对乌海港口各部出口的封锁协议。无久，乌克兰的乌海港口城市敖德萨都被飞弹攻击。敖德萨州的州长佮伫社群网站表示，有港口的员工因此受伤。Оскільки випущені 4 ракети типу «Калібр» з акваторії Чорного моря були спрямовані саме в цьому напрямку. І 2 з них було знищено, збито силами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ої оборони, 2 влучили в об'єкти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самого порту. 因为事发当时，距离俄国双方才达签协议无到一天，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到美国众议院代表团的时阵，批评俄罗斯。Не пройшовши 24 годин, були нанесені удари саме по цих зернових терміналах, по територіям Одеси і порту. Росія, про що вона не говорила, що вона не обіцяла, вона буде знаходити шляхи, як це не виконувати.乌克兰外交部伫个官方网站到处公告，表示俄罗斯的飞弹攻击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伫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面配嘴暖。对此，土耳其国防部长感觉烦恼甲不安，也毋过伊嘛表示向双方确认了后，俄罗斯火箭攻击敖德萨已经在做调查，伫土耳其当局卖照协议去做协调工作。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这场攻击，讲俄罗斯爱对全球粮食危机的加重负责任。国际新闻台是董冰玉。2020年台北市的选战加做三卡都的局势，这个民进党台北市长陈水扁电视中再去举行新册发表会，伊爹哋随时阵表示讲，唔忘家己甲青年同款，是一个温暖有魄力的人。而国民党嘅陈水扁张万安甲台北市长副市长黄珊珊再去嘛出席北投的活动，透露伊卖推出新册。拄啊，是去卫福部长阁宣布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的陈时中第一本自传新册。陈时中会将伊初心第二时再去举行新册发表会。前副总统陈建仁也特别到场祝福。陈时中上台致辞的时阵表示，伊毋忘家己做到威治不挪，是一个有温暖而且阁有魄力的人，引起外界联想。温暖的魄力了哈。那有的人就跟我讲说，哎、欸，那你这样紫色不狼了哈？譬如讲，你下呢是讲有一个个性要竞哈，竞争者一个是无魄力，啊，另外一个第四组一个是无温暖呐。2020年，台北市长选战形成三卡都的角色，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张万安。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礼拜日拢同齐参加北投健行活动，也毋过两个人无上侪活动。对陈时中出版新册，张万安甲黄珊珊拢表示，也要发表新册，请大家等来看。我的新书也即将发布哦，我想就是让大家更了解多个面向的蒋万安，不只是立法委员，还有二宝爸，我也是新创律师，以及希望大家看到蒋万安就是带给台北市无限可能的希望。对陈时中评论蒋万安无行政经验，蒋万安回应表示，陈时中伫八年前也是挺无行政经验的郭文德，佮强调要加做市长，民生经验绝对比行政经验来得重要。另外，蒋万安新册甚物时阵发表？蒋万安讲，等完整规划完，就会对外宣布。记者综合报道。
这只直升中心在去年二月也奉承认了就好英国，不过刷在这个月初六收到伊的死亡信息，真是是被狗仔杀害的，被也奉宣告失败。学者表示讲，狗仔是猎食者的这个角色，对也奉的动物有可能造成冲突。为2019年统计以来，已经有十多件同款的记录。荷兰发现的石虎已经无开啊，暗过那个挂发布去，伊就是直升中心去年二月亚红的成年石虎英国。去年一月，英国因为伫南岛中寮深礁基条被人抓到，后来伫去年二月亚红。暗过今年七月七日，研究人员发现英国的发布去真久拢无震动，后来证实英国已经被狗仔咬死。勇哥是一只超过4公斤以上的成年石虎，而且它非常的壮，推测它并不会因为一只狗就有办法致死，所以我们会推测其实是狗群可能围攻，让它没有办法顺利的逃脱。林妙秀表示，燕狗是和当地民众饲的狗仔咬断去，饲主把已经断开的燕狗直接把它带起来。地震中心表示，燕狗先前身体状况良好，活动的范围真宽，食饲也正常。暗过亚洪区起来狗仔活动真接，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为2019年有统计以来，已经有十多件就好被狗仔攻击死亡的记录。他如果遇到一些他可以去追捕的猎物的话，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猎食者捕食猎物的这种掠食关系。可是偏偏这个掠食关系是人类带来的流浪猫犬。学者表示，浅山地区的狗仔活动范围真宽，地域性强，属有强势掠食者。暗过目前民众定定饲狗仔，也个就地野放的政策拢无管理，对野放的野生动物甲咱人拢造成威胁。建议相关政策应该要调整，才当减少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桐园市长陈选人林智坚有论文抄袭的争议，伊早起阁一摆召开记者会，提出台大国法所甲中华大学的这个论文，伊的这个时间前后写作的过程，甲伊甲指导教授的信件往来，要证明讲伊的论文是原创，是善意提供资料给另外一名同学使用。也毋过，煞好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嘛，阁一摆反驳。在这段时间承受不必要的一个责难和不理性的攻击，我诚挚的表示我的歉意哦。形象不好，中华大学甲台湾大学苏先回室内，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爆发论文抄的争议，历史再次亲自澄清：我是原创，绝无抄袭。2016年的2月1号研究计划版本中已经有了。研究设计，后续将我的资料还有论文大纲初稿提供给余先生来做参考，而这样的雷同看起来就是出自于我的草稿之中。秀出2016年智慧林智坚甲指导教授陈明通的 email， 内底讲到修改进步研究计划，被证明迄当时已经写研究计划。方指出论文有相同的误动物，通过计划考试、论文考试的时间，拢伫林智坚进前。不过林智坚强调，家己已经有提供资料给误动物使用。论文的写作从来不会是你跟老师之间的 email 就可以证明你的论文已经完成。可是林智坚始终不敢去告余振煌，甚至不敢说。余振煌是抄袭他的论文，我也正式向台大来检举余振煌涉及抄袭论文。对林智坚的讲法，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再次反击，指出论文写作并不是 email 会当证明完成，搁较前回，因是要予吴东欧排罪，所以将向台大检举吴东欧的论文抄袭，看伊敢是会出面捍卫学历。另外，中华大学论文不论是几月份出版，根据德科标案合约，拢无法度改变侵权的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新兴国小第七届的美术班学生用小学六年的课本、作业簿、甲考卷，拢总有数千张的纸，做出长460公分、宽100公分的两只纸船，即马搭咧台东的活水湖落水，正做国校的上尾后一个课程。
这家的用一学期将小学两年的课本考试单一张一张打起来做成的查考卷。台东县新生国小美术班两年的学生真欢喜。做作的船也真正会当伫水顶爬，而且速度真紧。指导老师讲，美术班的学生有艺术的天分，也要让因会当将艺术运用伫生活中，而且也废物利用真环保。将学生的画图甲小学两年的学习基地做成两只查考船，让因留下真深的小学回忆。然后每年都会淘汰很多很多本课本。学生也是，那我们把它留下来，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对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他们能够学到合作。全年外观也是搭着学生画图的作品，有人画万家政府，有人画原住民图腾，也有人画海龟。学生讲，想要到纸做的船，真正会当在水顶走，有点不可思议。现在我们就会把生活中的美带出来，也是蛮开心的。这两只纸做的草稿船，用旧船长的纸加上防水材料，船身高度有5-6公分，比毛皮做的也较重。不过经过这摆验证，纸船真正会当在水上走，也让这场美术班的学生完成小学最后的一节课。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唯一一个公路无法到到位的山雕岭车头，今年拄好满100岁，伊见证着当年的这宾客刷这煤矿产业的欢迎，在山雕岭磅空的自行车道，这个月重新开放，希望让民众透过慢慢啊耍，去感受当地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山雕岭有真清澈干净的人文特质，加较少受干扰的原生自然环境。是等到煤矿一收。整个没落到几乎快变成无人村了，那时候大概只剩10-20个人而已。保留完整生态百年温泉饭坑，加钢筋作为车道铺面，两边护栏，加条色彩，将焦点还好自然。今年7月起重新开放。所以，变成说自行车道是一个媒介，哦，这条是一个媒介，是让大家去感受环境，用更慢的速度让大家去感知这个环境，那利用更慢的速度停留在地，花了更久时间代替在地的繁荣。人条无条条带来钱条，守护这个真有了有力的小镇，游客有责任，辛苦住民也是关键。有很热心的人在参与整个社区的改变，但是。也有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它并不存在的感觉啊，就新移入的人，他们自己本身比较有在互动，当作工作室在做的，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互动。爱户外运动的三条岭新住民，带着在都市住真久的民众，透过水上活动，亲身融入青零零的秘境。这边真的非常安静，然后因为它是基隆河的比较算下面平的位置，所以它的水面非常的平静，然后又有火车，这是这边最特别的地方。所以你在这边做瑜伽的话，你会感觉非常非常平静，而且你可以很认真跟自己的心灵去对话，然后你会有一种充电的感觉，再回到都市。除了山水美景，三条岭上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废校超过30年的石井国小。人口外移，就学人数减少，废校了后，要想要以艺术建筑活化空间，四季会当看到迄当时的风景。来到这个地方，不只是美丽的大自然让大家在这边流连忘返，但同时也来这边让大家能够了解更多在地的故事。随着时间淬炼，彷徨的过去有丰富的未来，用新的眼光重整主管，小庄头的未来也有更加多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反正开始，汽油甲柴油拢有调降计数，调整了后，1公升的九二汽油是29.3元，经过汽油是30.8元，九八汽油是32.8元，而柴油是27.1元。但是气温方面，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
今天要再回来去德国看蔡琴游行，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中岛新闻，明仔再同一时间，咱再会。